钱夫人。夫人，禀夫人，这司言硬是要将您的装品拿走，奴婢拦也拦不住啊。胡英，你，奴婢是为美人院子里的，本是照着单子拿装粉膏做遮瑕，并不知道从中被人做了手脚，还望钱夫人明察。刚刚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，你不是说这粉底最配你们家魏美人吗？还说城主早晚会复仇，让我们早点看清形势呢。你原来是魏美人身边的，怪不得那么不懂规矩。听说魏妹妹为了她那张脸可没少下功夫，如今这赏花宴取消了，恐怕她又得在长信阁里面以泪洗面了。嗯，罢了，就把那妆粉膏赏给魏美人吧。是。谢钱夫人。哎呦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呀？傻孩子，你快松手啊！难道魏美人现在连地上的粉膏都要往脸上擦了吗？啊？无礼！钱夫人面前岂容你这般造次？看我怎么！